本山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 PS4 优者动二龙的拉杰威尔玩的，对，的第二集啦。因为我们为了节省录影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剧情就直接跳过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哦、好可爱啊、哦，史莱姆。对啊，萌萌的史莱姆。Okay. 等一下，调一个东西。我们这个系列是一张一张这样子，这样子当一集的，所以就是比较好分段，比较知道我们在玩什么。这里就是开始的，这是整个故事开始的起点而已。然后遇到修女在那边，这里其实就是。壮丁跳出来要打我们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打他。我后来说一下。他长得好胖。你真的是有心，不是？对呀。運の良さには自信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ね。運の良し悪しは関係ないさ。俺たちが一緒に戦うんだからな。おおお、なんと頼もしい。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ぞ。其实我自己以前我们自己在玩的时候啊，我会习惯用那个泰雷西亚，因为他之后会有个技能，就是可以跳出来，跳上去打两次，旋转下来，那这个就是冲下来了，然后我们要去找他。哇塞，他那么胖，他怎么躲得进去？ったく、こんなところに隠れてやがるとはな。でも隠れてるってことは、自分たちが攻撃されるとは思ってないはずよね。その通り、逆にチャンスだよ。不意をついて驚かしてやるといいさ。这个呢，红色的在敌人身旁，就是指他，就是指他那个力量上升，就是加攻击力啊。而如果是绿色的话，那就是有加防御、防护的那个，对。哇、wow。しつこいやつらだぜ。おい、そっちは大丈夫か？ええ、あなたこそ大丈夫なの。少し息が上がってるんじゃない？この程度どうってことないぜ。戦闘演習主席をなめるなよ。
就这样拍 PS4 的画面好像画质会不太好。是啊，对，如果买截取卡，那就是这个你看到的画面就会是影片的画面。对不起了各位。对，我没有去买那个，好像1000多，好贵的感觉。这里就是大叔跟他们交朋友之类的，然后呢一起去旅行之类 blah blah blah。 要怎么放？这样放不了，我只能一直拿着。有点想睡了，不过没关系。你想去？不然玩这一张吧。好、哦。那下次你来，我们再继续录。那时候，我应该就买截取卡了吧？吧，应该啦。买截取卡就可以那个录影。PS4、Xbox、手机，反正就是不是电脑，其他的游戏机。这就是找盟主嘛，就是那个大王。然后呢，就在这边晃一晃。这里就是旅馆，就是可以换人、换队友，但之后的事。然后转职，跳队友。对，换队友、啊、之后会得到很多不同的队友。然后就换队形啦，啊，这是可以转职，这样吗？他送给我那么多是干嘛？去，然后这里就是冒险的，冒险地方，嗯。就像 server 之类的 ，server 对，伺服器对，嗯，可以开伺服器啊，不是说开啊，就是进伺服器，对，哦，多人吗？不是多人，伺服器就几个人，然后去练等，嗯，像一个世界吗？对。音乐好好听啊、哦！是啊，我这影片最棒的就是不用上 BGM， 上 BGM，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、嗯、超可爱，帮我们换服装，帮我们换服装，换武器的样子，嗯。然后这个就是师傅，然后就会得到一些熟练度之类的。我好老哦，哇！我在乱配，看得出来，那里有月亮哎，看得出来。然后这里，这里是任务处，不是任务处啦，就是任务盖章，对。嗯，盖章处。嗯。然后这个是以后可以压压在那边超可爱的，可以换一些东西。那这家伙就是统计我们的怪物，啊，现在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。这个会给我们一些东西。我是四百金金刚金。然后呢？哎，是。这里叫储藏店嘛？嗯。这是村庄吗？对，这就是村庄。霍伊米什，霍伊米什其实就是回复药水概念啊。嗯。ようこそ、神のご加護。这就是那个嘛，这是卖武器的，卖宝珠的，宝珠是珠宝还是宝珠？宝珠吗？看一下，宝珠啊、oh, ，OK OK， 就是可以增加防御力，或是之类的东西、嗯。这个现在还没开，不过就是炼金锅，
可以把东西合成在一起。这里就是交易处，可以拿自己的材料跟村民换东西。这里就是任务处，就是有东西可以做任务，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。好，啊，前面就有盟主大人的东西。那是异界之塔吗？差不多有这个概念。嗯，好，好了，那今天这集 episode 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订阅分享 ，Yeah， 拜拜拜拜。